要什么口味的？海鲜味的。啊，大家早上好。然后那个，欢迎大家来到993千万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然后左上角点击头像，里面有个关注跟打卡，大家稍微帮我点一下。然后右下角直播通知，大家帮我够一下，帮我上到700可以吗？大家再努力帮我上到700可以吗？谢谢大家。然后还有小星星，大家把你们的小星星点一下，能点多少点多少。我知道可能
可能大家没有，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，尽量帮我点点。这个有女人味，哎，谢谢夸奖。然后麦序上的喵喵啊、倩倩啊，大家都可以点一下关注。然后还有那个五星五秀还翻天预约，大家可以点一下。然后还什么武林争霸海选，大家也可以预约一下。那个没有点关注，大家点一下关注。我是来自福建的主播，然后我叫小泡泡，喜欢我的可以点点关注。为了跳跳的舞蹈，有点累，大家都起得好早啊，好困啊，好困，真的。我也是福建的，真的吗？老乡就老乡哎，开一枪呗。然后大家有那个有鲜花的话，大家也可以走一下鲜花哈。Yeah.
Mikitochka.com.993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喜欢我的主播，喜欢我的兄弟姐妹们可以点一下关注好吗？喜欢我的点一下关注，然后那个喜欢我点点关注，努力努力大家上一下丝袜可以吗？然后麦序上的主播大家都点一下关注好不好？然后小星星啊，谢谢这么谢谢水风给我刷的小星星哈，感谢大哥。你多大是吗？我全国通用，你可以自己想一下。然后记得没有点关注兄弟们，大家再努力努力帮我点一下关注哈。你是福建人吗？这是什么歌是吗？刚才那首歌叫六省，六省花露水，六省花露水的六省。不是，我人比较高，我有1.8米，所以我必须得站着。然后给大家跳第三支舞蹈，可能一会儿跳着跳着，那可能那个什么，他那个麦序可能要自动就会掉。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。记得点关注哈。